袜子这样的破洞，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补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要补的六个角，我们可以用笔去做上记号。这样的六个角已经做好记号了。首先呢，我们第一针从第一个角里面扎针出来，然后拉线。接着我们从第三个角扎针，然后呢穿出第二个角，扎一针，接着拉线。从第四个角，然后扎针到第三个角这个地方出针，然后再拉线。同样的手法，我们从第五个角穿出第四根角，扎针，然后再拉线。重复以上的动作，再拉线。接着我们从第一个针脚穿出最后一个针脚，继续再拉线，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拉线，再拉线，再继续拉线，拉线，再拉线，最后我们扎一针，继续拉线，最后我们这样一个破洞就已经补好了。这个方法你学会了吗？